总统今天下午4:30在首尔府接见了非华商联总会东南亚贸易考察团的团员，并且非常亲切地和每一位团员握手。节目中，我随后和他们误谈了半个小时。这个访问团是由团长高祖如率领，在昨天周五回国访问的。团员姚乃坤、吴兆胜、张清泉、张长泰、郑荣熙等人都是菲律宾华侨界的领导人士，同时在菲律宾的。